了，也不能吃冰淇淋了，那你就不穿吧。反正你生病了，等一下吃不了冰淇淋，等一下香香回去可以吃冰淇淋。那穿不穿啊？掉了一个，帮我剪一下可以吗？嗯，不要，那姐姐都回来了，你还睡觉？姐姐想跟你一起玩一下。你好，拿个起手给姐姐。你会起手？对，拿一个起手好吗？啊，拿两个起手，你给姐姐一人一个好吗？五个气球，五个气球都不行，一共还不知道有没有一个，两个呢？你看一二两个，两个这三个，有没有这么大？就这么几个，拿一个你们两个吧，就这么几个的，封到眼睛远一点，嗯，安全一点。好啦。嗯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让我啦，这就让我啦。上次那个鹦鹉，等下去蓝色是不是有？